下面宣布比赛结果，比赛进行至第一局1分27秒，蓝方手臂十字固降服对手，比赛结果蓝方胜。有请颁奖嘉宾河南省游艺文化促进会秘书长、游德控股集团董事长刘刘帅先生为获胜方颁奖。获胜选手奖品由优德初乳配方羊乳粉提供。